走吧。 好了，那是他自己的人生，需要他自己一步一步的去探究、去体验、去试错、去反思。你能为他做的都已经做了，我知道，但我就是很感慨，都这么多年了，女性在职场上还是这么不容易。确实。 虽然我不能切身的体会，但是我大概也能理解你们的不容易，尤其是在职场上，因为声誉，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这些诸多的因素。